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就是要做一个 video， 我很少做，也是我第一次做，是 prank 人 video 啊。因为我看很多人有 prank 过这样，他就是要打给人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呢，今天的 video 就是 start 现在。所以呢，今天的video到此为止。所以呢，